良性骨肿瘤的治疗原则啊，对于外生良性骨肿瘤的一般无需特殊治疗，若肿瘤过大生长过快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就要考虑是不是有恶变的倾向或者影响功能，应该手术切除。切除的范围啊，主要包括基底部周边部分正常组织。对于髓腔内的良性肿瘤，由于其可能导致病理性骨折，应尽早行病灶的囊内刮除及植骨融合术。二个骨肉瘤的治疗啊，这个由于近年来早期诊断和化疗的进展，骨肉瘤的治愈率不断升高，四年存活率啊一般可以达到50%以上。目前治疗的措施主要就是术前的常规化疗3到8周，然后我做肢体保留手术或截肢术，术后继续使用化疗。第三一个转移性骨肿瘤的治疗原则，转移性骨肿瘤在恶性肿瘤中占有很大的比例，其年发肿瘤以乳腺癌最多，然后其次就是前列腺癌呀、肺癌呀、肾癌呀、膀胱癌呀，还有一个甲状腺癌呀、胃肠道的和女性生殖系统的肿瘤都可以发生骨转移啊。其治疗的原则主要是姑息治疗为主，姑息治疗为主，局部啊辅以放疗可以减缓肿瘤的生长速度，从而减轻疼痛。对病理性骨折可以行内固定或者外固定啊，最艰难耐受的疼痛可以做姑息性的截肢啊，为减少病人的痛苦可以使用止痛类的药物。